捧場。最紧要嘅就系反应，呢啲叫小反应，呢啲叫中反应，哎，呢啲叫冇反应。要记唔好喐，举棍，咔咔咔咔咔。食炸香江，今晚为大家介绍嘅菜式系广东著名嘅佛跳墙，唔系佛叫墙，佛跳墙。我好中意你，我从来都未见过一个女仔好似你咁纯。喂，三寸咋？哇哇，林 Sir， 你睇下，张家明呢个人好好噶，佢又唔饮酒啦，又唔食烟啦，又唔打麻雀啦，又唔赌狗唔赌马啦。仲会孝顺添啊！咁咪十全十美，我唔信佢一啲缺点都冇。咁就有，佢缺点咧就系，当佢一见到靓女仔嗰阵咧，佢就中意讲大话噶啦。张家明 ，Angie， 对唔住，我嚟迟咗。你啊，我都话张家明中意讲大话噶。Angie 啊，嗰个咩家明又揾你喎？话俾佢听，我告咗假。佢话佢告咗假啊！阿姐，等 friend， 个 friend 打 friend。咦，两个咩嚟啊？棉花糖。错。哦，鱼蛋，我又食。食咗木嘴。哎呀！喂，等埋啊喂。